农历的八月十五子时，司马祖就要来择选壬寅年的南巡绕境的乡亲。八天七夜，大家修造福缘，还有善果。希望我们的疫情能够赶快退散，希望我们明年在绕境的期间能够让我们如愿如期来举办，也代表我们的防疫成效带给大家都能够安定的社会还有民生。祝福所有的善信大德，八天七夜的南巡绕境是一个福缘还有机会，希望我们许一个善愿，为众生发一个大愿，以行愿来还愿，圆满所有的愿。祝福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龙德宫的主任委员陈明植。今日啦中秋佳节，咱来龙德宫家为明年吉安绕境来选一个好的日子。欢迎各位善男信女一起来参与明年的绕境，为自己择一个福报。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啊，咱今年司马祖在咱中秋之夜，就算岁数年年，民国111年，南巡绕境吉日，为农历3月初3、3月初4、3月初5、3月初6、3月初7、3月初8、3月初9、3月初10。八港七暝，咱们前往龙岗天桥宫挂会进香，我们掌声。